无人机炸，80斤这些猪皮，做猪皮非常难炸的，说实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卡拉。啊，今天早上送猪肉来了，做过的时候我也拍过视频了，他那个搬新房的时候，啊，今天呢大概加起来了700-800斤了，到底多少我还不知道，因为几家人的。看到吧，昨天亮了了。老师亮了了的猪，新鲜活法的猪肉，每天都是新鲜的。看到吧，老师亮了了的。看嘛，这些都是满了毛的，这个杀猪佬毛都没刮光啊，毛都那么多那么懒呢、啊。这些猪皮，哎呀，是亮辣辣的，我们要先把它摊开打下去。要重新用火烧过这些毛的。啊，这里呢，80多斤那个猪皮，今天的炸的。这里呢就是好像300多斤，这个酱肉它的五花肉，猪脚这里也有300多斤，啊，够我今天搞一天了。天呐，也是今晚要搞到很晚了，真的。因为猪脚，特别是那个猪皮，很难炸的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炸200斤猪肉，不愿意炸80斤这些猪皮，做猪皮非常难炸的。说实话。